In the next demo, we use a similar approach, but this time we use an ordinary bucket to turn it into a tool for the virtual world. On top of that, we combine the Vive controller and its tracking with our inertial-based finger system. This combination of both worlds gives you a highly accurate replication of your finger movement and your hands in the virtual space. This demo was made in less than 3 weeks with one main developer and two artists and one sound designer. We used using the Unity and the Vive SDK, we could iterate and prototype really fast. We had this prototype of the glove together with the Vive controller working in only 2 days. 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 demo， 就如刚才 Toby 介绍的一样啊，我们把我们的动作捕捉手套、数据手套和 Vive controller 结合在一起了。我并没有用我的右手握住 Vive controller， 而是简单的用一个锯具把它固定在我的右臂上。这样的话呢，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手，你 OK 啊，抓握。我可以甚至于可以和虚拟的物体进行交互，拿起来放在面前把它丢掉，我可以把它喂到这个管道里面去，我背后还有一个红颜色的，另外还有一个管道。 Toby, what's this pipe? This demo is more like a playground, so we place different objects to play around it, and in this case it's a tube you can fill with ballsAnd when you press the red button, all of them will get sucked out. 在这个 demo 里面，其实我们有两个道具，其中的有一个道具呢是这一个桶，这个桶其实就是我办公室里的我的垃圾桶，我把它上面装了一个 Vive controller。当然，我眼中的这个垃圾桶呢，看着跟就是你们眼中的不太一样，它稍微 fancy 一点点。那么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可以自如地运用不同形状的和 controller 不同形状不同的道具，我可以自由地看到我自己的手，我可以改变重力、零重力，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把玩这些球，这样的一个体验，这样的一个对虚拟物体的这么一个操控，其实是单独用两个六自由度的棒子很难做到的，所以这样的主动的道具也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类道具，它可以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在游戏的内容和人机交互的设计上边给大家很多不同的一些感觉。所以我们要带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想要讲的内容就是，如果你可以解放你的六自由度游戏控制器，借助一些主动的高端的道具或者是低端的被动的道具，也许我们有更多的巧思，更多的机会。好，谢谢 Toby。Thank you。好，我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完成我的介绍。谢谢。刚才我们的 Toby， thank you。刚才我们的两个游戏 demo 啊，我们都得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火星人 Studio 的大力支持，他们今天都来了，站起来一下吧，站起来一下。谢谢。这几位他们在我们所有的游戏的 asset 的制作当中付出了大量的辛苦的时间，他们可能很多天没有睡觉啊，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刚才我们这几个 demo 其实是我们在少于每一个 demo 都少于7天制作的啊，就两个 demo， 就是短 demo。但我们如果花更多的时间进去，也许它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啊，体验更好的，可以上架，可以放到 Steam VR 上面去卖的这么一个产品。当然，这样的被动的、这样的主动的配件，我们也很乐于把它做出来，把它变成一个 Vive 的配件。今天很多Vive 的领导哈 ，HTC 的领导在这里啊，我把这话丢在这里。如果你们需要这样的配件的话，我们很乐于把它做出来，并且为这些配件做出来很有意思的游戏，那么让更多的用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 HTC Vive 这样的系统。好，然后我接下来还有一点点东西要给大家讲，为什么身体的自我感知和所属是很重要的。我们刚才看到啊，在刚才的这个 demo 里边，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手。如果更重度一点，穿上类似于像动作捕捉这样的设备，你还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身体。光是看到和能够使用自己的手进行人机交互，当然是第一大 bonus， 我们可以拿到的很好的东西。第二个问题呢，叫做 body ownership， 和 body awareness。
这件事情，就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期的虚拟现实的游戏很多都是很激烈很恐怖，像过山车，像恐怖游戏这样的一些内容。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巧合，是因为在各种传感器的支撑还不足够，精准程度还不好，有眩晕感，或者是说没有身体所属的时候呢，人会紧张，人会不适。那么我如果把你放到一个你本来就应该紧张和不适的环境当中，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如果是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像 summer lesson 夏日课堂这样的很轻松很闲适的体验，其实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如果你长时间的没有自己的身体所属，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看不到自己，其实会带来一些问题。虚拟现实的从业者应该看到过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产品，就是他们在头显这个地方放一个假鼻子，让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假鼻子。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看到哪怕就放一个假鼻子放在这个地方让你看到，也可以让你舒服很多啊，舒服很多。所以说这个 body ownership body awareness 不光是为了人机交互，同时也可以让虚拟现实可以让人在里面留存的时间更多，花更多的时间在虚拟现实的环境当中更舒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道具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前贤啊，叫 Wii 任天堂，可惜他现在逐渐的有一些啊走下坡路啊。我们希望他在 VR 这个领域里面他能再起来，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公司，他做内容很厉害。当年有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给这样的一套主机和这样的东西做了很多的不同的道具，而且这些道具都捆绑了很有意思的一些内容。事实已经证明道具存在的合理性非常好，商业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时在体验上也是一个提升。所以我认为虚拟现实以 HTC Vive 为翘楚的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个游戏世界，我们应该有道具，应该有这样的道具，应该有我的垃圾桶和我那把37块钱的枪这样的道具存在。好，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